决定选择鬼头刀配鱿鱼。只有这两种鱼才能计入总重量，记住啊，配成一对才能计入总重量。那今天看你们的，好吧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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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努力。You see that? Here. Fish, fish. 有鱼啊。中了，中了。中了，中了。行进的过程中，就是在海面上飘着的一棵那个枯树，应该说是，然后就发现这个浮木下面有鱼。为了就是等，好玩，就是说先把这几条鱼钓起来，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是钓鱼过程中比较难得的一种鱼。好多啊，好多。啊，这个一般呢，我们叫做石鲈啊，它是很好吃的一种鱼类，晚上可以加菜，太棒了。今天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。来，静静。好。一定要努力啊。好。加油。耶，加油。加油。反击。这么巧的，又遇到你们了。哎，那个是什么鱼啊？今天是一个适合钓鱼的一天，比昨天好多了。把那个剪刀准备好，围着它绕一圈，把它们线全部剪断。天，哈哈，这样。OK。刚才已经有鬼头刀那个在这边解口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钓，用活饵钓鬼头刀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钓鬼头刀。中了，中了，哎，来，哦，这是什么？鬼头刀吗？啊，小鬼头刀。中了吗？正在放的过程中就中了。我中了，中了，我得中了。别急，别急。直接往上甩，往上甩。啊！二、四、一。现在我们目测红队，已经看得到他们已经中了两条鬼头刀了。那我们在钓目标，在钓这个饵鱼的时候，就是目测，就是对方就已经中了两尾。那时候我看啊，他们的船尾有鱼在跳了，鬼头刀上钩了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有点压力的。中了，这个鱼活性太大，你们出去好了。蓝队就在我们周边游弋，我们要尽快的多种鱼，给他们一些强烈的心理上的打击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来捣乱，不让你们钓。那个，如果我是蓝队，就是红队今天走到哪儿，蓝队走到哪儿。实际上他这句话呢，在我昨天我们开了对面会的时候呢，我已经预料到了。沈老师，钓几条了？啊？装傻是吧？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来就来捣乱来了。啊？你就装傻吧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呢，我的一个字的回应，我觉得代表了我的心情。我们蓝队就是半开玩笑的说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纯捣乱，给红队制造一些麻烦，让他们钓不到鱼，那我们今天就胜利了。这个鱼一下就散了，我觉得这会儿应该鱼可能不在这个位置，否则的话不至于就突然一下就停口了。你不是不走吗？别走了啊，留下来嘛，直奔下一个钓点钓鬼头刀去了，让红队喝西北风去吧。
这里是有鱼的，就是不这会儿不吃。不行啊，我觉得我们在这耗是不行的。是啊，绝对。我们现在过了吗？阿 Ken， 我们是不是看看去别处还是怎么着？对对，我再掌握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它鱼群是散了吗？你觉得？那都上来了，跑了吗？吓跑了。我们都分析，因为当时旁边的船比较多嘛，旁边当时有四艘船，可能因为船不停地在游，不停地在动，不停地在走，所以这个鱼群可能就马上就散了。收竿，我们现在换下一个钓点。因为刚才船太多了，鱼直接都吓跑了，瞬间我们的鱼就没有了。他们这种卑鄙可耻的行为，我们要向导演组投诉哦。他跟着我们捣乱来了，好啊，他始终跟着我们才好了。有鱼给轰跑了。来，小李，我掉掉你帽子啊，看看我们俩谁打得准。哇！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让你们钓不到鱼。哎，今天怎么船长没跟你们抢鱼啊？你咋知道没抢呢？刚刚还在钓呢，把我们钓了好多了。您的船长真好，那当然了，多给谢谢，多给点小费啊，必须的，这个必须要剪辑。但他们是船长帮忙的，如果不是船长帮忙，他们知道怎么钓吗？哎呦，我觉得这个倒没有，因为都有这个全程的这个拍摄，刺味很浓，刺味很浓。其实我觉得，就算他们钓了那五只鬼头刀，那么五只鱿鱼，对我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啊！咱们昨天都赢30斤了，我看他们钓到下礼拜吧。当时就是有点竞争的感觉，看这个红队的这个火药味还挺重的。我说我们别在这跟他们一块混了，对，我们自己找自己的地方去。我们把他们甩掉，不要在旁边混。我跟阿天已经说了，那个我们要拼一下。所以不能跟他在一块儿，因为有鱼群，都差不多都有鱼群。我们要想办法搏一下。好，我们再走吧。我们宁可走远点，别让他们就跟上了。我们现在要等鱼群回来。来了来了来，去咬了！船长，准备准备！船长厉害，要咬了，中了。中了中了，嘿，中了，中了中了，铁板中了，嘿，yes， 来了来了，中了中了。给我个网子。来来来，过。没事吧？这样累的他就不动了。哎呦哎呦 ！OK， 1.36。放掉他，放掉他。漂亮的小鱼。拉下，紧一下，紧一下。别急。非常的惊险，非常过瘾，钓鱼就是要这样，好样的海钓王 ，yes， 加油小李，2.53 K 了，已经两条了，哇，老天爷保佑我们，
我们很勤劳，所以我们就中鱼了。对，来来，别动，我把它拉过来啊。哎 ，OK， 哇塞，来来来，网抽网抽网，拍个人品大爆发，哇塞！中了中了，中了中了，中了，中了中了，兄弟！母的这条，打死你！打 ，OK。现在咱们几队了？鬼头刀有六只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。我们就可以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去钓鱼，去钓鱿鱼，哎，好吧，好的，海哥，到，什么意见？没意见，走。现在两点半了，那我们就去钓鱿鱼。好，估计钓鱼的话也在半小时40分钟了。好，钓鱼一小时，我们把鱿鱼钓上，配好对儿，好吧？